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十月三十一日的开市起跑线。昨日是十月指数期货最后交易日，港股表现偏软，恒生指数低开一百一十四点，最低见到两万零二百七十，最多重下跌四百三十一点，收报两万零三百八十一，下跌三百二十点，跌幅百分之一点五，成交中字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元，股企指数收报七千二百八十七，下跌一百三十一点。 跌幅百分之一点八，恒生科技指数收报四千五百一十四，下跌一百一十点，跌幅百分之二点四。沪深股市延续调整上证综指收报三千两百六十六，下跌二十点，跌幅百分之零点六。深证成指收报一万零三百零三，下跌十三点，跌幅百分之零点一。沪深两市合共成交一万八千四百六十六亿元，较上日减少两千一百五十四亿元。人民币对 美元中间价报七点一三九，较上日中间价跌一百零七点子，创八月十九日以来新低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于周三收市后陆续公布第三季业绩，农业银行幺二八八盈利表现最好，第三季纯利按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九，至七百八十四点八亿元人民币。 首三季纯利按年增长百分之三点四，至两千一百四十三点七二亿元，净息差为一点四五厘，不良贷款率为一百分之一点三二，比去年底下降零点零一个百分点。其次为中国银行。 三九八八，第三季纯利为五百七十一点六一元，按年升百分之四点四；首三季纯利为一千六百八十一点四一元，按年为升百分之零点五。净息差一点四一厘，不良贷款率为百分之一点二六，较去年底下降零点零一个百分点，在四大行当中属于最低。 工商银行幺三九八占最多，第三季纯利为九百八十五点六亿元，按年升百分之三点八，首三季纯利为两千六百九十点三一元，按年升百分之零点一，净息差为一点四一厘，与上半年持平，不良贷款率百分之一点三五下降零点零一个百分点。 建设银行九三九第三季存利为九百一十四点五亿元，按年升百分之三点八，首三季存利为两千五百五十七点八亿元，按年回升百分之零点一，净息差为一点五二厘，四大行当中最高，不良贷款率百分之一点三五，较去年底下降零点零二个百分点。 邮储银行幺六五八第三季存利两百七十亿元，按年增百分之三点五，首三季存利为七百五十八点一八亿元人民币，按年为升百分之零点二二，净息差为一点八九厘，远高于四大行，不良贷款率百分之零点八六也远低于四大行。 交通银行三三二八表现很一般，第三季股东净利润两百三十四亿元，按年升百分之一点二，首三季纯利六百八十六点九亿元，按年跌百分之零点七，净息差一点二八厘下降两个基点，不良贷款率百分之一点三较去年底下降零点零一个百分点。招商银行三九六八表现也平平。 第三季净净利润为三百八十四点四亿元，按年微升百分之零点八。首三季净利润为一千一百三十一点八亿元，按年跌百分之零点六。净息差一点八七厘，按年下降二十个基点。不良贷款率百分之零点九四，较去年底下降零点零一个百分点。 美股周三下跌，主要受芯片股下跌和美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，加上市场观望 Meta 和微软收市后公布业绩。道指盘中从升于两百点，但收市报四万两千一百四十一，跌九十一点，或百分之零点二二。纳指报一万八千六百零七，跌一百零四点，或百分之零点六。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五千八百一十三。 跌是九点或百分之零点三。经济数据方面，美国第三季 GDP 以年预计为预估中涨百分之二点八，低于预期的百分之三。逐冲小飞龙数据的 ADP 十月私营机构就业人数增加二十三点三万人，高于预期十一万人，前值上修至十五点九万人。联储局下周开会，数据没有改变市场对联储局十一月降息四分一厘的预期。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南方航空股票代号幺零五五，南方南方航空今年第三季度录得纯利三十一点九亿元人民币，按年下跌近百分之二十四，但优于预期。今年前三季实现纯利十九点七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约百分之三十，扭转了上半年度的亏损状况。主要由于航空市场需求旺盛。 营业收入增加，集团第三季收入为四百九十八点七一元人民币，增长百分之四点六；首三季收入为一千三百四十六点六一元人民币，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七。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底，集团合计运营九百一十三架运输飞机。集团前三季度客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座公里。 ASKG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七六，其中国内地区和国际分别上升百分之三点五七、百分之四十七点零六和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七九。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克公里 RPKG 同比上升百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一，其中国内。 地区和国际分别上升百分之十三点二九、百分之五十一点四四和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三，客座率为百分之八十三点九五，同比上升六点四八个百分点，其中国内地区和国际分别上升七点二三、二点二五和二点八五个百分点。货运方面，今年前三季度货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吨公里或油运计。 同比上升百分之十五点三八，货油周转量按收入吨公里，货油运计同比上升百分之二十点七四，货油载运率为百分之五十点八九，同比上升两点二六个百分点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，二零二四年全球。 民航业收入将达九千九百六十亿美元，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七。全球旅客运输量将达四十九点六亿人次。集团将持续提升运行效率，提高服务品质，降低航路成本。同时，将持续建设广州、北京枢纽，提升广州枢纽中转能力，提高市场控制力，并力争大兴机场新增十科。 资源提升航航线网路广度和厚度，建议买入价三点二八元，目标三点六八元，止损位三点零五元。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。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。日经方面，日经二百二十五指数涨百分之零点九六，报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七点三九点。度指方面，周三美国三大股指小幅收跌。 道指跌百分之零点二二，报四万两千一百四十一点五四点。标普五百指数跌百分之零点三三，报五千八百一十三点六七点。纳指跌百分之零点五六，报一万八千六百零七点九三点。英特尔、IBM 跌超百分之二，领跌道指。苹果、英伟达跌超百分之一。晶片股普遍下跌，超威半导体跌超百分之十，革新跌逾百分之六。中概股多数下跌，虎牙直播、未来跌超百分之四。 国内 A 股方面，十月三十日，A 股震荡走低，创业板指跌逾百分之一，权重板块悉数回落，上证指数收跌百分之零点六一，报三千二百六十六点二四点，深证成指跌百分之零点一二，创业板指跌百分之一点一八，北证五十跌百分之二点二一，科创五十跌百分之一点七，市场成交一点八九万亿元。板块上，地产股近期表现强势，低空经济概念股再度拉升。 mini LED 概念股震荡走强，消费电子全天涨幅居前，智朴 AI 概念股维持强势。下跌板块方面，金融、医药生物、白酒、煤炭跌幅靠前，锂电池、半导体指数走弱。美元方面，当地时间十月三十日纽约尾盘，美元指数跌百分之零点一四，报一百零四点一二，非美货币多数上涨，欧元对美元涨百分之零点三四，报一点零八五五。 英镑对美元跌百分之零点四一，报一点二九六二；澳元对美元涨零百分之十九，报零点六五七三；美元对日元涨百分之零点零四，报一百五十三点四二；美元对瑞郎跌百分之零点零八，报零点八六六六。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涨一百七十六个基点，报七点一二五三。石油方面，周三国际油价全线上涨，美油十二月合约涨百分之二点七七，报六十九点零七美元桶。 布油二零二五年一月合约涨百分之二点七四，报七十二点六七美元桶。黄金方面，周三国际贵金属期货收盘涨跌不一。c o m a x 黄金期货涨百分之零点六五，报两千七百九十九点一美元盎司。c o m a x 白银期货跌百分之一点四七，报三十三点九三五美元盎司。谢谢收看今天的开市起跑线，再见。